澳洲版 La La Land， 在海边钓鱼烤肉看星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La La Land， 在这部电影中男主角有在港口跳舞，原拍摄地在美国洛杉矶的海边。这次意外发现澳洲也有类似的地方，位于布里斯本沿岸的码头。根本看不到，超黑，夜钓夜钓啊，夜钓钓起来，真的看得到浪，超近的，这样超。好，该跑起来了，钓鱼了。脱竿大赛 ，Action！They use jet ski from the neighborhood. 听人讲，2021年的时候，布里斯本有水灾啊，还可以开船在路上，哎，超扯的。I saw so many people using the jet ski, and then also using the boat going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So people want to go home, they have to use the boat. Oh, I want to go woodies, jet ski, woodies. Oh, yeah, yeah, yeah. Alright.刚是要掉下去是吗？干嘛？哦，欧主厨问我们烤的肉啊！欧主厨，哇，五星级餐厅的主厨哎、欸！哎、欸，看起来超好吃的，很香哦！哎，手机会补光哎、欸。钓鱼 ，fishing， 我站在木头上面看他们钓鱼，还可以看星星啊，拍得到吗？有点拍不到，看星星啊，钓超多鱼的。蛮大的，然后很多人都会去那个 bridge 钓鱼。听说那边的鱼比较大只，然后这边的是小鱼啊。
Yeah, first one. First fish, yeah. New hook. 说干，好像吃掉了。好可怜哦，被吃掉了。好像很大只哎，它在拉杆哎，好扯哦，扯哎。可以一直骂脏话，好好笑。有吗？游走了。I have the picture. Fisherman, you are fisherman. 好可爱哦！它是噗噗噗噗噗噗，有点难抛。真的，那算了，那你抛。才刚钓到，录啦，我开录了。呜，拜拜。我觉得哦，好痛哦。那没有，他要拍，他怎么把他拉上来？我跟你讲。对。超像拉拉链的场景的。Oh, you can go all the way there as well. Oh yeah. So beautiful.